朋友，这个叫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叫它做葡萄或者提子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苹果。很多小朋友都最喜欢吃这个是什么？士多啤梨。好了，这个就会少吃一点啤梨。还有什么呢？你看我这个有个什么先？菠萝。但可不可以就这样吃呢？啱唔啱？好啦，啲小朋友识噶喎，话俾我听呢个系柠檬，但系好酸嘅，系咪柠檬？仲有最中意食呢个大西瓜，西瓜。Thank you。